请问，我看看地址。在一般的高中教科书里面会有化学热力学的部分，那这个化学热力学其实并不是多不得了的东西啊，多不得了的东西。好比说在这个化学反应里面，从二氧化氮变成四氧化二氮，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放热的反应。那这种时候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可逆反应，但是它原则上它比较偏向往这个方向移动。当我们在高中讨论化学热力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讨论氧化还原是自发性的还是非自发性的，氧化还原是不是自发性，我们用什么来判断？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讲那三个字，那个名词叫什么？电子对不对？我们用电动势来判断，就是氧化能力的强弱来判断这一个氧化还原反应是不是自发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说锌跟铜离子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变成锌离子加上铜，是因为锌的电动势或氧化电位大于铜，对不对？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件事情，这一个氧化还原反应是不是自发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化学热力学其实在高中的阶段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用能量的一个角度来判断一个化学反应是它会不会自发性的发生。好比说这是一个沉淀反应，我们写的很习惯的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一定会自发性的发生。我们现在所读的所有的化学反应式几乎都是自发性的化学反应式，
也就是说，这个化学反应式，它是会可以发生化学反应。那在这种状况下面，的确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因素，你有什么事吗？我现在在上课，你等下再打给我好不好？诈骗，这是第二次打来。他说什么？他很厉害，他知道我的电话，知道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说：“哎，我是谁？”哎，第一次跟我讲说他换电话，然后第二次打来呢，因为正好在跟各位上课，我也懒得跟他讲，他一定有些什么目的。有我的电话，有我的名字，这一点都不稀奇，对不对？好。话说回来，这些因素的确可以影响到反应速率，但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能接的问题。好比说有一个，各位看这个白线，这个白线。它的反应物在这个地方，它必须要爬这么高的位阶，翻过这个山头，就好像，你们骑车，从宿舍骑到这边来，必须要骑过那个标高200公尺的点，对不对？是不是？你必须要翻过来，然后才能到清水小校来。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反应物它必须要爬这座山才能够越过这个坎，然后才能形成它的生成物。当这个能阶越来能阶很高的时候，它要能够爬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比说，我们讲气跟氢气在一起，它就可以形成氨气。请问我们空气里面有没有氮气？有80%的氮气，对不对？我们空气里面也有氢气，对不对？但是我们空气里面的氮气跟氢气，即使说在一起，它也不会形成氨气，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就是因为它的能阶太高，它没有办法在一般的状况下面经由碰撞而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刚刚各位其实已经讲到了一个重点，所有的化学反应都要经过粒子的碰撞，对不对？见了面才能够合在一起。如果说不见面，那你说两个会有什么反应？那完全是骗人的啊！
不过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有些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光是以前是靠 email， 现在是靠 line， 然后line 三个月以后就可以谈结婚了。有啊，现在很多，还从美国跑台湾，从台湾跑欧洲的。有问题。OK， 好，那如果说它的反应物人间比较高，它的生成物人间相对的很低，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只要越过这个人间的门槛，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形成生成物。那这一种绿色的这条线就比较容易自发性的发生，对不对？是不是？好，当我们来讲以前这国中所讲的四个状况的时候，浓度的确粒子越多，碰撞的几率越大，对不对？是不是？粒子越多，碰撞的几率就越大。那粒子越少呢，碰撞的几率就越小。前提是不碰撞就绝对不会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前提。好，第二个温度，刚刚志杰已经讲了，温度会使得这个粒子跑得快还跑得慢？快。当粒子跑得快的时候，就代表它的能量也比较大，对不对？所以说它可以形成所谓的有效碰撞。氮跟氢在空气里面，请问它们会不会碰撞在一起？会不会？会不会？既然有那么多的氮气，也有氢气，一定有这个几率会碰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空气里面的氮气跟氢气就不会形成所谓的有效碰撞，因为它们的能阶太高了，能阶太高了，它撞了以后又分手，就大家互相分道扬镳，互相说再见。另外呢，是有关于力度的东西。力度就是说，当它的接触面积越大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碰撞的可能性几率就越大，对不对？是不是？那碰撞的可能性几率越大，那相对的形成有效碰撞的几率也就提高，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催化剂。当催化剂双氧水，如果说不喂，对不起，我现在没空。我的电话都是这样，正经打给我的没有几个，诈骗、行销、色情。OK， 双氧水不放二氧化锰，请问它会不会分解成氧离子？会，只是比较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国中的教材会说，哦，这个二氧化锰是催化剂。那催化剂最主要的就是当它是这样的形的时候，催化剂把这个能阶把这个能阶抬高，或者是说把这个能阶降低，而使得这样的一个反应容易发生。所以当我们讲催化剂的时候，就会牵扯到位能的关系。当我们讲温度的时候，是讲到有效碰撞能量的关系；当我们讲浓度的时候，是讲有效碰撞的几率的关系；力度也是讲到碰撞的几率的关系。好，在这种状况下面，所以当这位先生去合成氨的时候，他发觉用铁当作催化剂，可以使得这个能阶变得比较小。另外呢，他用了非常高的温度，400度C 的温度，使得他这一个粒子的一个能量能够提升到某一个阶段。那另外呢，为了使它的碰撞浓度或力度的观念啊，为了它的碰撞能够有效，或者碰撞的几率提高的状况下面，它用了非常大的压力，200个大气压。在这种状况下面，它使得氮跟氢气可以产生氨气出来。所以当我们讲说有催化剂或温度或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形存在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讲说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位能的关系。好比说我们现在把那个标高200公尺的那个点把它降100公尺，那你们从宿舍骑车上来的时候就比较省力一点，对不对？因为本来是要这样爬到这边，结果呢，你现在呢把它降低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爬就这样过来的话，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是跟整个能阶有关系。国中会告诉我们说，浓度越大，它反应越快；温度越高，反应越快。力度越小，接触面积越大，反应越快。有催化剂会比没有催化剂反应要快。但是问题说，国中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而整个的第14章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会使得在整个的反应速率上面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好，我讲的会不会太快？因为我已经讲完15:3了。这是第一个。
对啊。十五之一之二之三，就是讲这四件事情。没有了。在一般的化学高中化学课本里面有一部分是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它专门是讲有关于像吸热反应或放热反应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原则上都是属于所谓的化学热力学，但是这里面所谓的化学热力学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好，有关于这四件事情，请问有没有问题？所以我打棒球的时候，我喜欢当外野手。如果说你的球跑到外野来，因为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跑得比较快，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去判断一个高飞球的落点。那如果说是一个滚地球跑到外野来，我需不需要急着去处理？不需要，人家已经上了。那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我可以去处理这个。那问题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在美国大联盟，它的打击率到三的话，三成就是30%，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为什么？也就是说70%打不出去了。这个几率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棒球转播，就是你一个球打出去以后，就是人家就等在那边。你会很怀疑说，那么大的棒球场，为什么你球会打到那边？那我们还看过。一垒手、二垒手、游击手、三垒手，就这样站，对不对？那你会不会想说，那我干脆打这边不就，绝对接不到吗？问题说那个人就不会打这边，是不是？然后他打了一个都是打的。这种选手很多啊。是不是？你很少看过说
大家全部站到这边来，那顶多是三垒手在这边，游击手站中间，二垒手站这边，但是呢，一垒手还是固在这边，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打呢，都是往这边跑，这就是所谓的几率的问题。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今天如果说他一个浓度高的话，他碰撞的几率就大，碰撞几率大，有效碰撞的几率相对提高，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讨论平衡常数，是因为可以用平衡常数去判断一个化学反应式它形成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它的量有多少。好比说，今天我们知道醋酸，它可以解离成醋酸根加上氢离子，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就牵扯到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它解离的程度。我们在化学上面或物理上面，在理化上面所讲的常数原则上是指不变，
也就是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数值的时候，你直接可以拿这个数值来做运用。所以，当我们讲说平衡常数的时候，它一定是指这个化学反应式它形成以后，它中间整个量的一个状况会形成一个一定的值。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用 K 来代表这个英文字，用 K 来代表这个英文字。那如果说是以醋酸根解离的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把反应物写在分母，然后生成物的两个浓度，这都是体积末浓度啊，把它写在分子。这个时候，它们两个中间所有的比值，我忘了，醋酸好像1.7乘10的负，是不是？你们莫查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当你有醋酸根的这个浓度的时候，醋酸根浓度的时候，你就可以预判出来它的氢离子的浓度等于多少，对不对？是不是？1.75，好，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好比说我的醋酸根是0.1 m 的话，这边乘过来是1.75乘上10的负6次方的，对不对？然后等于氢离子的平方，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醋酸根的浓度一定等于氢离子浓度，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所以你直接可以去计算它氢离子浓度是多少，这就是平衡常数所带给我们在计算上面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各位的附录上面才有很多很多的平衡常数，对不对？是不是？那这种呢，我们给它取名叫 KCK。那既然有 KA 的话，就一定有 KB， 对不对？因为一个酸的平衡常数，一个碱的平衡常数，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上次讲过 KSP， 对不对？那 KSP 是指什么呢？是指它的溶解度积，对不对？溶解度积的意思其实跟这个意思也差不多，只是说溶解度积。对不起啊，我先把一个大概的状况跟各位讲。好比说氯化银，这是一个沉淀物，它原则上它会形成银离子跟氯离子。那溶解度积呢，如果说按照平衡常数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氯化银的浓度跟银离子跟氯离子浓度的沉积。但是因为说氯化银它是一个固体，固体会不会有体积末浓度？为什么不会？会比较难测。会，你是猜的。
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猜会，但是很难测。因为它是固体啊，它不是流体啊。所以固体原则上不会有体积摩尔浓度，因为体积摩尔浓度是指说溶质在一公升的溶液里面，对不对？对。是不是？可以把它异化。什么异化法？你要把氯化银异化的话，那你知道要加多高的温度？很高。对。好，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下面，这个就可以忽略掉。所以 KSP 就是指氯离子跟银离子浓度的沉积。那如果说他告诉你 KSP 等于十的负八次方的，也就是说它的氯离子有十的几次方，四次方，四次方，四次方不是负八次方，对不对？所以平衡常数带给我们的用途，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计算上面或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如何的去做计算，如此而已。所以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平衡常数，有非常难溶的东西的 KSP， 这叫做溶解度积 ；KA 叫做酸的解离常数 ；KB 叫碱的解离常数。这种之所以会有这种常数出来，是因为它容易解离还不容易解离？那容易就不要解，对不对？好比说盐酸来讲，是强酸，对不对？是不是？强盐酸需不需要给你一个 Ka？ 因为它百分之百解离，对不对？是不是？它如果说这边是 0.1 m， 它的氢离子就一定是 0.1 m， 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它是百分之百解离，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再用 Ka 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请问有没有这绿色的东西？如果说盐酸是百分之百解离的话，请问有没有盐酸浓度的问题？原则上不太会有，是不是？是不是？好，就算有啊，啊0.1好了，那这也是0.1，然后呢，绿呢也是0.1。那0.1跟0.1消掉，还是0.1，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如果说是强酸强碱，原则上就没有所谓的酸解离那个常数跟碱解离常数的问题了。所以会有酸解离常数跟碱解离常数，一定代表它是弱酸，它代表它是弱碱，才会有这种解离常数的问题存在。或者是说，像这种反应很难发生的状况下，就量很小很小，小到一种程度，你可以用溶解度积或解离常数去做表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讲硫酸的时候，
它会分两次解离，第一次解离一个氢，然后第二次再解离出来一个质子。在这种状况下面，它的 K1 是不剧烈的。为什么 K1 不剧烈？是因为在 K1 来讲的话，它是百分之百解离，没有什么好奇。但是它到了 K2 的时候，到了 K2 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被剧烈，因为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 Ka 的存在，有平衡常数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未必是百分之百解离了。所以说这边它 K2 的话，它有10的负2，也就是说它不是百分之百解离。以此类推，当我们看磷酸的时候，它的 K1、K2 到了 K3 几乎没有了。为什么 K3 没有？不是 K3 这个百分之百解离，它到了 K3 几乎都不解离了。所以说只有 K1、K2。但是我们在国中的概念上面，这边可以形成三个质子，所以说这叫做三磷酸，对不对？或三质子酸。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当我们慢慢进入到所谓平衡常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好像什么东西都有阶段性的状况。好比说，氢氧化铝或氢氧化铁这种东西，就是会有它的一个阶段性的解离的问题。当它阶段性的解离越来越小，小到最后我们说它不解离的时候，我们说它的溶解度是比较小。氢氧化镁跟氢氧化钙这两个东西，我们去比较它的解离常数的时候，我们会说氢氧化钙比氢氧化镁比更易溶解。为什么更易溶解？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平衡常数来讲，它比较大，它比较小。所以当我们讲溶解度的时候，通常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溶，我们来比溶解度的大小，而通常我们会比较习惯，学化学也是坏习惯，那个越不容易溶的东西，我们越容易拿出来比较，来比大小，其实蛮无聊的，应该越容易溶的东西才来比大小，对不对？好，这就是有关于平衡常数的东西。各位看15-4，平衡常数的一个表达方式。这边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反应系数的问题。它的平衡常数请各位注意到它平衡常数的影响，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东西，
以刚刚我们所讲的氨气的制造来讲，在它的平衡常数就应该是氨气浓度的平方加上氮气的浓度加上氢气浓度的三次方，这就是它的平衡常数，这就是它的平衡常数。啊，没有，我写错了，正好反过来。这就是它所谓的平衡常数，就是反应物放在分子，反应物放在分母，生成物放在分子。然后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系数的问题，这边就是一个系数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拿刚刚讲的硫酸来讲。写完了。